小屁股啊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电臀，电臀，这是电臀吗？脸是一颗爱心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他的鼻子，你的鼻子的羽毛是一颗爱心哎。Go！ 怎么有点猥琐的感觉？乌龟鱼啊？乌龟鱼？这是乌龟鱼吗？不是啊。是啊、哦，好多哦，夸张多。好酷哦！第一次看到溪里面的鱼会跟着你走哎，他们就这样整批跟着游哎。好多只哦，而且他们两个在玩叠叠乐，哎，好好笑哦！他的脚伸出来晒太阳吗？哪有人自己讲黄色笑话，然后笑到老把油，笑到哭？你真的笑到哭，你好扯哦！真的笑到哭，哎。说这也是新竹的名店，卖辣味，进来看一下。就我刚买了一个超神奇的东西，我从来没听过也没看过，辣梅，而且是牛肉口味。应该有超过20年，小时候20年前吧。应该是30年前。二十。这是牛肉口味的酸梅。牛肉口味的酸梅耶，好酷哦！待会回去家里试试看，因为现在疫情都不开放试吃了。但是这个我们就买一小袋，我再跟你们分享吃起来的感觉，很期待。那我们要不要再
回去买一点给妈妈。不要吧。为什么？她不会吃这个啊。你知道我见过两个最会乱吃的妈妈，就是你妈跟我妈。是这样吗？我都不知道。因为都被你吃掉啊。妈妈超爱乱吃的，好不好？每次回去她都会跟我分享，她要买什么新的。那个都是小时候我妈买的啊。所以她就是爱乱吃啊。牛肉梅，辣梅。以前小时候常吃那一家。对，他说他一个人会吃掉一大包。我说那你今天都买。其他吃法了，我先买。每次哇都吃光了。哦，真的是用牛肉干去炒梅子，所以很有牛肉干的味道。里面都是草莓香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这一盒可能要三四千吧。超大颗，应该要一颗一百块。一颗一百块。对。蛋糕配白了，对，苹果跟樱桃，一个健康的搭配。第一句跟最后一句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我妈妈你在干嘛？我咪只摇尾巴。你们两个在聊天吗？干嘛？你是谁？哎，你这什么表情？他脸好笑啊！你是什么表情？宝贝啊，你要干嘛？哎呦，两只一起来了！你是谁？认不出谁是谁。哈。我觉得它有一口啊，150块一颗的草莓。然后一口。哦，你嘴巴果然够大。哎，好恶、哦！你在干嘛？在这儿。